风调一统江山，身为九国至尊，做到父皇帝，我身为殿下新君。站在后宫所在，可以算是逍遥自在，衣食无忧。不但如此，荣华富贵享用不尽。虽然身为殿下新君，父皇要向我交代，啊，我时常我靠汉人伊所在，认真倾吐圣贤珠。不但如此，我要认真训练文武相全。倒是希望你以后会当保住父皇一统江山，江山会当万载久远。听你我母兄提说，这是我的父皇修丹主给伊告慰，身为新人，伊个我个金銮殿上，伊来向父皇请安，你来伊他敬候。希望我的父皇会当一个八岁年老，继续如此新人气体，不过再次恩典，不过再用金殿来去走啊。
我不孝，生我一当皇帝，不封兄弟双人，所以是父王一来帝印，后宫享受不尽荣华富贵，可算是逍遥自在啊。虽然是孤枕无忧来做，也毋过学生文武双全，希望将后会当保得大同江山万年。是讲今早乃是为了万夫王寿诞助力咯。为民主应当然，叔叔往前金元殿上，伊来向父王请安问好，你来为伊接受就死啊。不如发得我的皇帝来到后
来，阮兄弟来计划是要安怎，说服我的君王，帮赛基业，把我的皇陵定居，传世下去，或者国君上傲气哦，你儿子。愿望甲你同款，也希望日后顺利会当登上帝位啊！所以咧，我早早设想一个好办法。是怎啊？到底是甚物好办法？讲红车免票，落去今天，迄就是无多登记部位，算来寿诞假期，不如咧趁此机会，咱会当夺你的地位，夺你的地位。都写无头。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学艺？会当帮助伊登基大宝呢？要帮忙我孙女登基宝位，你进你来，你做这官。太好太妙！那安尼不如，这是我请金王宝地的佳莲对我来。